冤魂乱葬岗，坟头鬼火烧，咱们这不是迷路，是遇到鬼打墙了。这庙里为何会有一口空棺？为什么又被封印？十天前，我家夫人突然暴病而亡，而头七那天，正好是七月十五，阴魂返阳的日子。那天，接亲途中一个小厮横死，狂风大作。婉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张少爷的邪症已存在太久了，想要恢复，并不容易。我遇到我定是相信你的。求求你救救我姐姐。救她得用女子之身来度化秽物。秀儿为了复活我，竟然用这个邪术。死人变活了。我的姐她化身于我，她激活了火阴钗穿黑袍，冲谁笑谁就得死。叔叔，我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妹妹。我爹就是被你们这两个闷声害死的。